各位姐姐，大家好，我是斌哥。哎，前几天我们做了个视频，大家都知道我做了个亏本生意。这个生意呢，就当时亏了好几千块钱，就咱们这个酒啊，这个酒掉一台，万象一笔。然后我们那个公司的这个业务经理听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做了个亏本生意，但是钱也亏了，也不可能补贴我。然后他说请我们吃个饭，请我们喝个酒，请我们全部团队一起，正好中秋节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喝的就是这个掉一台。万象一笔啊，这款酒啊，不说了，酒质太好了，太香了。等一下我再给大家品鉴一下这个味道哦，好酒好菜啊。我在这里就祝大家中秋愉快啊。这边还有啊，还有。好，我们倒酒，开。都是破坏型的啊，破坏型的。这个酒的酒质啊，是 S 级酒质哈。它这个瓶子哈，这个瓶子是这个。永丰源是这个做瓷器里面做的最好的哈，价格很贵啊。他做完这个酒，喝完可以做装饰品啊，破坏性。哇，这个酒体太爽了！哇，太酒花也偏了。你们带个信号了吧？那边谁好的？我因为身体原因，我就品鉴一点点，品鉴一点点哈。来，把酒都分起来噻。所有都有哈，全部都有哈，除了特殊原因的哈。来，各位同学，后天就中秋节了哈，我在这儿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阖家欢乐。来，站起来。好，干了。很高兴认识大家，我是那个现在负责成都那边调台的马贵超。我以后反正关于这一方面还是靠大家多多支持，那个有啥问题都可以去向我跟我沟通。下来好，祝在这儿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好，好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感谢钓鱼台，感谢钓鱼台，干，干了，干。Two hours later，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beautiful 的。我觉得我减肥减成功了，还是很帅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喝了四瓶酒，很高兴。我们感谢马经理哈，哎，感谢各位团队，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。喝了钓鱼台，好运自然来。好，好，好运，来，来吧，一起吧，来，一起，来，来，喝了，喝了钓鱼台，好运自然来，耶，干！我靠，你这个词，新来还有酒的，谢啊，来酒吧，还有酒，我把酒分了吧，来吧，我把分了最后一杯，过来，哎呦。